几年前吃。现在出来做工了，看到吗？OK， 下一次什么一个情况，就是你的小孩来这边做他的。有人介绍吗？介绍不是过来啦，私下啦。他是一个什么状况？他是现在有心脏有个洞，然后爸爸又听到我的叔叔来这边，师傅说有马的人按到好，不是四下了，什么叫四下了吗？他讲按最少要十多次。说现在那个情况是帮我们按了七次血管也还好吧？啊 ，OK 啊，好。就好转了，就有好转，所以再继续带他来按，按到明年四月再全部。明年四月啊，明年的四月在拆东的。哦，所以要看他自己还是要开刀呢？不喜欢了。医生要轮值，我们年年进，这个星期就来了。不要戴針，戴膠。可以痛多啲，落多嘢，好。冇呢嘅，我有得醫啊，我冇針啊。哥哥拜拜。我心肝恐怖啊，嚇。哦，哥哥拜拜喎。冇嘢。咁樣就絕世咗。